好，今天我要教你们怎么在自己家里给宝宝拍百天照。如果你们家床是这样子放的话，那就是最好的布光了。现在在窗的对面，我放了一块白颜色的反光板。那如果没有白色的板呢，用一块白色的床单也可以的，让你的队友在这里拿着床单。还有如果你们家有星星灯，可以把它放在后面，制造一些比较梦幻的星光效果。一张床，一个落地窗，还有一块白色的反光板。很多百天宝宝都一般会趴了，我喜欢让他们趴在床上，这样子能显得眼睛更大更有神。宝宝趴在床中间，不要太靠后也不要太靠前，手撑着胸口，头抬起来，它阴影就比较黑，加了一块白布的效果。逗宝宝一定要站在这个地方去引逗他，让他往亮的地方看，我们跟他的眼睛要平行，不要站在这边，这样他头抬得太高，我们一定要蹲下来，跟他的眼睛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拍摄角度，不要从高处往下拍，也不要这样拍，不然会冲鼻子。我们要跟宝宝的眼睛在一个水平线上拍，这样还能看到后面的星光，很梦幻，对不对？